接杀的时候，首先这一个左脚要比你的右脚多半个脚掌出来，还手区域中间或者是正手区域可以很好的转体还有引拍去发力。如果你要右脚在前也行，但是当对手一杀你正手区域的话，你这里会有个卡着的感觉，不好转体，所以建议你们这样站准备。你们的手上的准备动作，这个拍子要稍微伸出来这样准备，好，放在你胸口的正前方。你们注意看，当我伸手准备以后，我这里会留出来一点空间，这个空间主要就是让我去引拍去发力用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样建立，不需要太大的动作，只需要手腕一往后引拍，往前一推击球，瞬间手指一抓紧，稳住那个力量锁着你的手腕。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。